你们好好那个，他是往这边来的，等中了你们再拆那个吧。停一下，你东西你站这边来，你站这里啊，没事的。欢迎大家晚上好啊，兄弟们来辛苦了，不多呀。我就在洞口。哇塞，都说至少一斤半了，是不是刚刚那个洞嘛？是啊，这里到刚刚的至少一斤半嘛，完了往那卡。欢迎伦哥啊，欢迎伦哥。来的兄弟不要走了啊，就一口了啊，没中，哇操，好轻啊！哇塞，这个还轻，轻一点点啊。那你有条钩啊？等一下叫胖胖把那条钩砍一下。你看一下，哇，再吃第二口，稳了，稳了，哇，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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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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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去，进货，哇，谁来抓呀？弄好，弄好，弄好，别来抓，抓都抓不住这个，是吗？是啊，哇塞，会不会两斤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三，多大？哇，两斤，两斤，两斤，有没有？有啊。有了吗？有啊，有啊，两斤，抓不住啊，抓不住啊！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你要帮忙、啊！我来！哇塞，真大、啊！两斤，别那么快啊！哇塞，我靠！阿斌，你手拿开！哎，拿开了，漂亮漂亮！有两斤吗？没有，一斤七八两吧。我靠，这么肥、啊！哇塞！来，赶紧拿鱼货！鱼货在哪里？你们能不能搞定？我帮你拿水去。对，鱼货！我靠，差不多两斤吧，没差多少了，没差多少了。我就是，我看还有一条的，还有一条不大，完了，没事，牛逼，来屏幕扣吧，阿金牛，慢慢吧，我赢那个我就知道是条巨货了，凌晨四五点、我就知道给个双击，给个红心，加个关注，点头下进来看精彩户外直播。我吃的时候。